你说我花木兰还是个战场？你说我多少遍了，快把他撵！你别说，不是你花木兰，你长了你这长得像花木兰吗？你花木兰，你等会儿。给你手的，看看姑奶奶的能耐。 幸亏是我，要不是早就没了。那个土匪，就一刀就躺进去了，你跟着我吗？你会打枪？安全感。就这些个土匪，还不够三月份的。哪来的？刚才从我身上拿的。哎呦，我知道这东西得拉下。 跟着共产党工作队瞎折腾，那就满门抄斩，鸡犬不留。真的？是啊，不，瞧着吧。
赶上就来学习大卧铺了。赵卧铺的乡亲们都很怕赵福财，您别看赵福财整天笑眯眯的装善人，心黑着呢。来，四兄弟，喝口水。来，坐坐坐坐。啊，接着说，接着说。哎哎，这个赵福财啊，跟北顺警察中的马红是拜把兄弟，谁要是惹着他，嘿，轻者倾家荡产，重者扒层皮。那个老磨盘的土匪老大刘殿魁也和他早就有勾结。 昨晚的土匪肯定是他招来的，莫就说嘛，就这老王八蛋拉出来一枪崩了算了。你们非得发动群众，发动啥群众啊？真是，现在这个时候，谁手里有枪，谁就厉害，对吧？四莽子，哎，大伙都怕赵福财，你为什么不怕，要过来帮我们呢？我不怕，我爹就是他害死的，我想报仇，可是我。 那斗不过他，不过现在好了，你们来了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们是真心来帮咱穷帮子的。我跟你们说，只要能报仇，就算搭上我这条命，我也认。好，四莽子，你愿不愿意抻头，把全乡的穷乡亲们都团结起来，一起跟赵福财斗？我当然愿意了。可是，除了那几个小哥们儿，乡亲们都不会听我的。 他们说过鲁莽，怕我坏事儿。那怎么办呢？眼下就只有你一个人呢。有个人，如果你们能把他请出来，准成。谁呀？就是屯儿西头的那个孟大娘。就是那个眼睛不太好使的孟大娘。啊。我听说，在大卧铺屯儿，只有她，赵福财不敢招惹。这是为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。 反正他跟赵福财是井水不犯河水，谁也不管谁的事儿。这也奇怪啊，就这么一个孤老太太，既无钱又无势的，赵福财为什么不敢招惹她？你看我干啥呀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到了，到了，大娘。 工作的人看见来了。哦，大娘，我叫张英，你就叫我大英子吧。大娘好，我叫余成山。你们是？大娘，我们是共产党北顺县委工作队的，是来大卧铺帮咱穷苦老百姓闹翻身的。对，你们就是那共产党，和从前抗联的共产党是一家人吗？当然是一家人呢。 抗联也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啊！哦，那闺女啊，你等会儿啊！哎，大英子，抗联咋回事啊？连抗联都不知道，还是抗日英雄？我这西南面大官人，大东北的事儿，我又没参加过抗联，我咋知道？那我就给你讲讲。哎，日本占领东北以后，国民党的部队。 全都撤进了关里，只有东北抗日联军还在孤军奋战，整整坚持了14年，外无援兵，弹尽粮绝，最后他们失败了，只有少数的人活了下来，转移到了苏联那边。14年了，真他娘的行为，是吧？你以为就只有你一个人在打鬼呢？我，大娘。 闺女啊，哎，你看看这，你认识吧？大娘，这是咱抗联的军旗啊！你认识啊？我认识，我爹就是抗联的。啊，你快说说，那他是哪个军的呀？他是第5军3师的。5军3师，那小竹子的部队。 是三军六师的，是赵尚志的三军六师。那大娘您是？这是我两个儿子留下来的。大娘，来，咱们真的是一家人呢。 老太婆。<laughs>
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老天有眼呐！ 废物，就那么几个共军灭不了，这不白高兴一场吗？这样，你再派人去趟老磨盘，让刘殿奎多带带人马下来，一定要把工作队赶紧杀绝。三爷啊，这刘殿奎这个滚地雷，这灯它不省油啊！赵福才呀，赵福才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心疼钱？嗯，二叔。 你怎么来了？跟你说过，白天不许来这儿吗？四猛子带着工作队去孟老太婆家了。去孟老太婆家了？这个孟老太婆是什么人？啊，是一瞎子孤老太。当初啊，我认为她是个祸害，可这个刘殿奎呢，就是不让咱下手啊。一个孤瞎老太婆子，刘殿奎为什么不让下手？我待会儿再跟你说啊。你啊，去叫那个锦衣河。 在客栈等我，快去快去，关门啊！哎，三爷，这个孟老太婆呀，真不是东西啊！这个老不死的东西，立即派人把她干掉。刘殿奎那个地方，我去解释。好，我就说过嘛，还是三爷有见地。闺女啊。 刚才我这一听你说呀，我这心里可真亮堂了呀！大王铺的乡亲们呀，哎呀，这些年可真遭了罪了。共产党来了，来帮着大伙闹翻身，我老婆子是举双手拥护。大娘，我们要把全屯的乡亲们都团结起来，成立农会，咱们自己当家做主。这事儿，还想请您出来牵头。 行，只要是能斗到赵老财，让咱们这穷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，哎，我这把老骨头我就豁出去了。说我这眼不好使呢，我怕给你耽误事儿。要不这样，叫四小子呢牵头，我给他坐镇。行，哎，四小子，哎，咱呐，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。 专门帮着咱穷豹子闹翻身的，你就跟他们干啊！给你爹呀，把仇报了。哎，李大哥，哎，我四莽子打今儿起，这条命就交给你了。赴汤蹈火，只要你一句话就行。兄弟，你啥也别说了，我余承山是个大老粗，没文化，但是我知道一个义字，只要能斗到地主，我绝不含糊。行。 说干就干，走，四莽子，走，大娘，我们去了啊！哎，营长，俺们那一带土匪活动非常猖獗，老百姓都很害怕。要俺看，如果不把这口土匪给剿了，土地改革很难进行，群众工作也很难展开。你说的有道理，这练团团里正在研究部署，大卧铺那一带啊，主要有两股土匪：老磨盘的刘殿奎。 和魔云顶的庞青云，我们的部队很快就会过去。那太好了，那俺先回去给大家伙通个气，告诉大家尽快发动群众，依靠群众的力量，不能光靠你们几个单打独斗。是，营长，别说那边情况咋样了，没什么动静。听说廖高轩在推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，整肃军纪，拼命收买人心。看样子他也知道，国民党腐败透顶，不得人心呐。 那俺走了。好，走吧。你回去告诉马老三和赵福才，这共产党不好打。我老磨盘两次损兵折将，这本可亏大。 如今这赵老爷全指望您了，您不救他，他就死定了。呸！你少跟我在这儿忽悠，他死不死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你回去告诉他，我刘殿奎
啃不动工作队这块骨头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这事儿我得找魔云顶唐青云商量商量，有他联手，兴许能成啊。刘爷，这马三爷可说了，共产党马上就要开始剿匪，你不打他们啊，他们来打你。滚！赶紧滚！我也差不多，看一下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里边请，兄弟们。哎，山总，快进来。行行行，你们行，你们送来了。平常你不来。哎，都坐，都坐。好好好。要说咱大卧铺的乡亲们啊，你哪个没受过赵福才的欺负呀？尤其从他当了那个保长，他想抓人就抓人，他想派款就派款。哎呀，咱呐连个说理的地儿都没有。现如今好了，共产党的工作队帮着咱们成立农会，往后啊这印把子就攥在咱们这些穷棒子手里头了。那要这么说，往后这大卧铺就归咱自个儿发号施令了。当然呢，咱不光要发号施令，还要把赵福才剥夺的财产和土地都分给咱老百姓们，彻底把他打倒，永世不得翻身。他就不能随便拆迁我的房子，赶我走了？不仅不拆你的房子，咱们还要分他的房子，都分给咱老百姓。到时候都有。有。哎，四兄弟啊，念老可他们不肯来呀。为啥？胆小呗，怕赵福才再把土匪招来报复他们。他怕报复？哎呦喂，他这是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。你说他蔫老坏，都让赵福才欺负成啥样了呀？大家都知道，他那还叫家吗？就是啊。怎么了？哎，兄弟，回头告诉大家伙，俺们的大部队马上就要开来了。真的？好。这帮土匪的好日子，没几天过头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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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乡亲们，大家伙啊，就把心放肚子里面，先干起来。行，好，好，那就干吧。二哥，刘大哥来了。大哥，老二，哎呦，怎么样，身体好吗？快当神仙了吧？啊，在这魔云顶不想下山。这不日本人一走啊，显得浑身难受，没对手。你这话不对，咱们在这山上一天就有对手。进屋走。大哥。喝点，暖和暖和。哎，老二啊，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。那个大窝铺的赵福才，他请咱们下山去做笔买卖。啥买卖？共产党的工作队现在搞什么土改啊？就是把有钱人的地、财产都分给穷棒子，赶明儿就是穷棒子当家了。好事儿啊，这事儿新鲜。新鲜是新鲜，可是这不是要赵福才的命吗？啊，所以他请咱们去灭了工作队。大哥，你也知道，庞青云当年上山为匪是迫不得已，这现在鬼子被打跑了，我还想金盆洗手不干了。这种滥杀无辜的事儿，我干不了。这些大哥都明白，啊，我也知道这共产党搞土改跟咱也没关系。可是你想想，这些年咱们买枪买弹药，
从赵福才那儿弄了不少钱。再说，他老婆也是我表妹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大哥，现如今国军跟共军正在东北较着劲儿，我劝你这浑水咱别趟。怎么说？老二是不想帮大哥这个忙了。大哥，这事儿可大可小，别怪弟弟。大哥，大哥！哎，当家的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我大表哥到底啥意思呀？啥意思啊？我看他是没了底气了。那可咋整啊？要不我亲自进山一趟？你等等啊！刘占奎是明显底气不足了。如今扎兰屯着共军上千人马，他就是敢下山来，未必也能讨到便宜啊。三爷，你也这么说？我想过了，如今共产党到处搞土匪，只是刘占奎是挡不住，顶多是捣捣乱，还得国军过来才能消灾灭祸呀。三爷，您说的是太对了。三爷，您这是要走啊？不是要走，我另有秘密任务。如今共党工作队在屯子里扎着，随时都可能有危险，这样对你我都不利。不是三爷，您要走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你先稳住他们，敲打敲打穷棒子，最好先把那个孟老太太给我干掉了，杀鸡给猴看嘛。只要拖到国军到来，这大窝铺不还姓赵吗？是啊，还姓赵。哎，三爷，他说有事儿，我怎么找您呢？你不用找我，我会找你的。十三，我问你，咱们当初为什么上山当胡子？打鬼子啊！那狗日的小鬼子逼着咱活不下去了呗。鬼子被打跑了，那穷苦老百姓怎么还吃不上饭？我不知道，你替我去一趟大窝铺，顺便看看孟老太太。听说那边共产党搞土改，给穷人分田分地，你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哎，我明白。真没想到，孟大娘一出面，乡亲们的态度一下就变了，咱们这工作可算展开了。孟大娘，孟大娘啊，你说这孟大娘说话怎么就这么好使呢？赵福才还怕她，不敢惹她，凭啥呀？喂，大忽悠，你啥意思啊？人家孟大娘两个儿子都是打鬼子战死的，在咱们东北特别敬重抗联烈士。我知道，那我还抗日英雄呢，我说话咋不好使啊？对吧？你就是一臭俘虏兵，帮着国民党打咱们还有脸说呢？什么抗日英雄啊你？你说话当放屁！我也没招你，你这不找茬呢吗？瞪我，啊？你瞪我干啥？你有种就帮了姑奶奶，算你帮国民党立一功。哎，大忽悠，俺平时说你俘虏兵，你跟俺急，哼，太说了。哎，急，急，你狗日的幸灾乐祸，你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起来。哎，你干嘛去？你给我回来！看见没，就会跟俺急。孟大娘，
哟，是工作队的于同志吧？啊，是我，是我。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大娘，这位是？他是我娘家外甥，小名叫十三。哦，十三兄弟，于同志。大娘，我去烧点水去。去吧。孟大娘，我都不知道你还有个外甥呢，我在大卧铺没见过他。你这话说的，我老太婆就不幸有个亲戚啊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于同志啊，哎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没啥事，我就是来看看您，跟您说说话。行，你想唠嗑点啥？这兔子挺肥的，哪儿来的呀，孟大娘？哎，这是十三从山上给我带来的。哦，十三兄弟是猎户。我说呢，身子那么壮，腰上别的全是刀。十三，把这兔子拿进去煮了。哦，咱呢，留着于同志呢，在这吃顿饭。这不用客气，孟大娘，我这不在这儿。哎，兄弟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兄弟，别忙了。枪声，管你的事儿。好，这枪玩的不错嘛。动手！三啊，你们出来，我有话给你们说。于同志啊，我知道你们心里有疙瘩，是吧？我一个瞎老太，哎，这赵福才为啥就不敢招惹我？孟大娘，不瞒您说呀，我这心里确实纳闷。这事儿啊，说来话长了。当年呢，我儿子在抗联啊，他是个团长。我战死以后啊，他的队伍就打散了，他有个部下叫庞青云，就带着几个兄弟呢，也躲过那小鬼子的追杀呀，逃到了魔云顶上当了胡子。为了躲过这鬼子的围剿呢，他又拜这个老磨盘上的胡子老大，哎，刘殿魁拜了把兄弟。这事也怪呀，也巧，这刘殿魁呢和我们村里的赵福才呢，他们是亲家。这刘殿魁呀，就给赵福才传了话，叫他井水不犯河水。我说呢，孟大娘，您这有胡子保护，当然不怕他姓赵的了。哼，想碰孟大娘，我借他俩胆儿。魔云顶的兄弟谁不知道，孟团长的娘就是我们的娘，敢动他老人家一根汗毛，老子活扒了他的皮。孟大娘，我觉得这事儿吧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您怎么不早说呢？早说啊，你说我咋说呀？那兵荒马乱的，我说了呢，怕乡亲们呀那误会，还以为我和胡子们有勾结呢。不，您这不是跟胡子有勾结吗？不是，这不是勾结啊，您这跟胡子那还是有关系。喂，姓于的。听好了，我就是魔云顶的莫十三，江湖报号小清河。你不要以为胡子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强盗，你可以打听打听去。我们魔云顶的兄弟就从来没干过为非作歹的事儿。提起满山峰庞青云，谁不知道他是抗日柳子？哎呀，十三啊，去给于同志倒水去。不客气，大娘。大英子，等谁呢？余胜山都不知道死哪儿去了，这么晚都没回来。哎，你是他骂的狗血喷头，现在心软了？我对他心软，对这种人就得狠狠的教育。嗯，
大英子，俺可佩服你了。你说这于成山吧，是俺俘虏的，可自从逮着他那天起，他就没消停过，跟老子较劲儿，整得老子头都大了。再看看你，三言两语给他整得服服帖帖的，而且越骂越受用。真的吗？可不是嘛，你看他啥时候跟你较过劲？要这么说，那回来我还得骂他。对，像他这种人就得骂，好好教育，不能给好脸。对，你吃一块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你们也吃啊。吃啊，大家。哎，于大哥啊，这身手不错，可喝酒不咋地。嘿，你咋知道我喝酒不咋地呢？咱俩还没喝完呢。我告诉你，十三兄弟，今天咱俩啊，谁要是先喝趴下了，谁就怂货。好，来来，哎。于大哥，啊，小弟有话要说，讲。你说，你们收拾个地主老财，搞得那么麻烦，真他娘的闹心。我明天就去你宰了他们，一把火烧了他娘的大宅子。你刚才那话说太好了，你刚才那话你说我心里了。嗯，如果按老子这脾气啊，我就拿一挺机关枪啊。我压满子弹，我突突突突突把这个全世界的地主老财，我全他娘的突突了，那多过瘾呢！可是我们领导说了，不行，这必须得是这个老百姓啊，自己斗地主，自己斗了地主才算数。要我说呀，于大哥啊，你跟我上某一顶得了，咱们一块干，打家劫舍，杀富济贫。那才是爷们儿，省得像你们共产党那么事儿多。你小子，你小子忽悠我，你是土匪，我是军人，咱俩不一样。这个土匪跟军人他两回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嗯，这军人得有规矩，不一样。再者说了，你手里不有家伙吗？你手里有家伙，你怎么没把那赵福才给干喽？我们不是不想办他，是办了也没用。你想想，我们是胡子。那不能总待在屯子里吧？那斗完地主，我们前脚一走，他后脚就得回来，那吃亏的不还是乡亲们吗？哎呦，兄弟啊，我们工作队有一老娘们也这么说。他说这个斗地主吧，就好比是斩草要除根，那个要不然春风吹又生。于同志啊，哎，大娘劝你句话啊。哎呦，大娘您瞅您说的，您说吧，我听着。往后啊，你多听大英子的。你甭看人是个娘们儿啊，可人家说话在理儿啊。要想着斗倒这赵富才呢，还就得用他那招数。孟老爷，我听您的就是。哎，都吃。来，喝着。这是跑哪儿喝马尿去了？这怎么了？这是？哎呀，痛快！真他娘的痛快！好多年没喝的这么痛快。喝点水。余生山，我看你真是混到家了。不知道咱们队伍有纪律吗？哎，我说大英子，你这别给我扣大帽子了，难得痛快一下。你说这大窝铺的乡亲们，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，谁能请你喝酒啊？我看你啊，没准就跑到赵福才家去了，被地主收买了。你他娘的放屁！你是血狗喷人吗？你，你看，被我说着了吧？我看啊，不光喝酒，还给你使了美人计吧？说什么呢你？你说的我就听不明白，没哪儿又没。哎，大辉啊！
这么说，你还跟共产党工作队喝了酒？那还用假？那个姓于的豪爽得很，不像是共产党的兵，倒像是咱魔云顶的兄弟。孟大娘怎么说？她说啊，共产党工作队真的是来帮穷帽子翻身的。眼下他们正在成立农会，准备把穷乡亲们都团起来，自己当家做主，斗倒地主老财，分田分地分财产。好，老子就喜欢杀富济贫，没想到共产党工作队比老子还狠，让穷人翻身当家做主，彻底断了地主老财的念想。高啊，二哥，咱们可不能顺着刘老大的意思去帮赵福财，那是伤天害理。放心，心里有数。那咱们怎么办？我想会会那个姓于的，你问问他肯不肯来。好。哎呀，马老弟啊，不是我不帮你啊，这共产党工作队你别看人少，那打仗可精着呢。再说，驻扎在扎兰的共产党的队伍，听说要进山剿匪。我现在不求打人家，只求人家别打我。你英雄一世，怎么突然气短了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这趟进山来，不是来求你帮忙的，是来帮你。你帮我？你想啊，共产党搞土改，那是要釜底抽薪，是想断了咱们的根。你守在这个老磨盘上，要啥没啥，能扛得住共军的围剿吗？那咋整啊？只有一条路，投靠国军。你的情况我已经向上峰禀报了，他们很欢迎你。只要你一句话，国军会立刻派人来跟你面谈的。马老弟啊，我就是一个野惯了的山大王，哎，哪受得了当兵那份气啊？条件你可以谈嘛，要军饷，要装备，要独立，你都可以谈。你只要成了国军的人，共产党就奈何不了你。我得想想，我得好好想想。你是得好好想想了。李总，陆长官讲，眼下关内各方都很吃紧，实在抽调不出兵力增援东北，上峰要我们设法就地解决。滚地雷，刘殿魁，满山峰。庞青云、青松岭、张团结，这都什么乌合之众！我堂堂的四十五旅，国军的正牌军，用这些乌合之众来给我们填充。我四十五旅自从挺进东北以来，杀敌一千，自损八百，不给我们补充正规兵员，我们凭什么打胜仗？别做息怒，骆长官的意思是让我们先收编本地的民团和土匪，以解燃眉之急。哦，他还派人送来了有关情报。什么情报？他说，不能小看这些地方势力，他们能给共军造成很大的麻烦。如果我们不收编，万一被共军收编了，力量此消彼长啊。是。玄子营，立正！营长同志，咱营一连集合完毕，听指示。好。是。同志们，为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，上级指示我们尽快剿灭土匪，保证土改顺利进行。你们的任务是消灭老磨盘的刘殿魁和魔云顶的庞青云两股土匪。同志们，
东北的胡子凶悍狡猾，盘踞地方多年，人熟地熟，很不好对付。大家有没有决心？有。下面请团长同志给我们做指示。同志们，别害怕，刘殿魁、庞青云两股土匪，就像卡在咱们喉咙上的鱼刺，咱们得学猫啊，先把鱼刺挑出去，再去吃肉。不管这两条鱼有多少刺，咱们一定吃得干干净净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当可有沧桑。